立纪录片导演陈浩伦因为新界东北发展争议，触发他关心本地农业。他用了两年时间捕捉本地有机农夫的辛劳。咩叫扶持农业呢？扶持农业就是本地农民生产出来的食物优先，本地的市民可以吃回在最近的地方生产出来的健康的东西，有质素的东西。而且他这个农业园的政策呢就是很短视啊！點解話短視咧？佢發展呢個農業園，俾五年時間合約我哋喎，五年係一個農業係做唔到咩嘢嘅。何滿義同父母兩代人都喺香港耕田種菜。十幾年前，政府鼓勵農友種有機菜，同大陸菜競爭，但係肥料同種子都好貴，佢哋一直都要艱苦經營。政府依家口口声声话要发展农业，何满义话政府根本唔了解本地农友嘅处境。其实菜系差不多要24小时睇住佢嘅，佢嘅政策就唔俾农民喺入边住嘅，佢哋初步构思，呢点证明佢哋冇农业嘅知识，就去研究农业园点样做点样做。所以我觉得政府系安抚我哋咁样，哦。搞一個農業園啊，所有農民去曬啊，或者部分農民去曬啊，好似安撫我哋，就然後咁樣順理成章收地啦。